请两个人站上命部，然后捂住对方的眼睛，开始。好，小狼花仙捂住了女生队出战。不跑呀？好好好。OK，我们的双方为什么还要再等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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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，什么什么大番外之类的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让大家捂一下眼睛，然后这道题的我谁来答这道题？杰里弄开，还是小婷吗？抢答吧，抢答吧，抢答。那你们所有人一起抢答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所有人一起抢答啊！请问，真的吗？在我们的剧中，荣浩仙君最喜欢喝什么酒？荣浩仙君不能答这道题，长恒知道吧？但我们不能来准备，快！我们可以答吗？可以可以是，什么、啊、可以答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高粱酒，什么黄酒？北冥绿雁酒，哇！什么酒？掌声欢迎长恒仙君，好厉害哦！好，男生队获得这一轮的胜利，所以你要惩罚一下四位女生，来四位女生争这样好不公平，为什么是问荣浩仙君的？因为题目就是都有，然后那可以问杰离，他们也会好，我问一下杰离的姐姐叫什么名字？丹一，我宣布这一轮我输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了，我们的惩罚也很有意思，惩罚呢是真心话大冒险，来几位往前，或者喝一个我们的特调的。在旁边吗？因为他们惩罚他们嘛，对我们还有一个惩罚是真心话大冒险，或者喝一个。